佛说十善业道经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娑伽罗龙宫，与八千大比丘众、三万二千菩萨摩诃萨聚。尔时，世尊告龙王言：“一切众生心想异故，造业业异，由是故有诸趣轮转。龙王，如见此会，皆大海中，形色种类也，故别不也。如是一切，弥不有心造善不善，身业语业意业所致，而心无色，不可见取。但是虚妄，诸法即起，毕竟无主，无我我所，虽过虽业，所现不同。二舍于中啊，无有作者，故一切法皆不思议，自性如幻，智者知矣。应修善业，一世所生，运处皆等，皆悉端正，见者无厌。龙王，如观佛身，从百千亿福德所生，诸相庄严，光明显耀，彼诸大众，摄无量意，自在梵王，悉不复现。其有瞻仰如来身者，莫不目眩。如又观此，诸大菩萨，妙色严净，一切皆由修集善业福德而生。又诸天龙八部众等，大威势者，亦因善业福德所生。今大海中，所有众生形色粗鄙，或大或小，皆由自心种种想念，作生于意，诸不善业，是故随业各自受报。如今当应如是修学，亦令众生了达因果，修习善业，如当于此，正见不动，悟佛堕在断肠间中，于诸佛田欢喜敬仰，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养。龙王当知，菩萨有一法，能断一切诸我道苦，何等为宜？位于昼夜常念思维，观察善法，令诸善法念念增长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世皆能令诸恶永断，善法圆满，常得亲近诸佛菩萨给予身中。因善法者，为人天身，声闻菩提，独觉菩提，无上菩提，借以此法，以为根本而得成就，故名善法。此法即是十善业道。何等为十？
为能永离杀生，投到邪行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欲、嗔恚、邪见、龙王，若离杀生，即得成就十利利恼伐。何等为十？以于诸众生普施无畏。二，常于众生起大慈心。三，永断一切嗔恚习气。四，身常无病。五，寿命长远。六，恒为非人之所守护。七，常无恶梦，清觉快乐。八，灭除冤结，众怨自解。九，五卧道部。十，命中升天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佛随心自在寿命。佛此龙王，若离偷盗，即得十种可保性法。何等为十？一者，资财淫极，王贼水火及非爱子，不能三灭。二，多人爱念。三，人不欺负。四，十方赞美。五，不忧损害。六，善名留步。七，除众无为。八，财命色利安乐，辩才具足无缺。九，常怀失意。十，命中升天。是为十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证清净大菩提智。佛此龙王，若离邪行，即得四种智所赞法。何等为四？一，诸根调顺；二，勇力宣导；三，世所称叹；四，期末能清。是为四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佛丈夫阴弥藏相。佛此龙王，若离妄语，即得八种天所赞法。何等为八？一，口常清净，幽波花香；二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；三，法言成正，人天敬爱；四，常以爱语安慰众生；五，得圣意乐，三业清净；六，言无误事，心常欢喜；七，法言尊重，人天奉行；八，智慧殊胜，无能制服。是为八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即得如来真实语。佛此龙王，若离两舌，即得五种不可坏法。何等为五？一，得不坏身，无能害苦；二，得不坏眷属，无能破苦；三，得不坏信顺本业故；四，得不坏法行，所修坚固故；五，得不坏善知识，不狂惑故；
是为我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得正眷属，诸魔外道不能举坏。佛赐龙王，热力沃口，即得成就八种敬意。何等为把以言不拐度。二，言皆利益。三，言必其理。四，言辞美妙啊。五，言可成理。六，言则信用。七，言无可讥。八，言尽爱要啊。是为八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具足如来梵音身相。佛赐龙王，热力祈雨，即得成就三种决定。何等为三？一，定为智人所爱。二，定能一智如实答问。三，定于人天威德最甚，无有虚妄。是为三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即得如来住所受记，戒不唐捐。佛赐龙王，热力贪欲，即得成就五种自在。何等为五？以三业自在，住根具足故。二，财物自在，一切冤贼不得故。三，福德自在，随心所欲勿皆被故。四，王位自在，珍奇妙物皆奉献故。五，所获之无，过本所求，百倍殊胜。由于细时不迁记故。是为五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三界特尊皆共敬仰。佛赐龙王，热力成慧，即得八种喜悦心法。何等为八？一，无损恼心；二，无成慧心；三，无赠送心；四，如何智执心；五，得胜者慈心；六，常作利益安众生心；其身相端也，众共尊敬。八，以何人故？所生凡事，是为八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无碍心，观者不厌。佛赐龙王，若力邪见，即得成就十功德法。何等为十？一，得真善易乐，真善等履。二，身心因果，灵云生命，终不作恶。三，为皈依佛，非于天等。四，执心正见，永离一切吉凶以往。五，长生人天呢，不跟我道。
六，无量富慧，转转增胜。七，勇力邪道，行于圣道。八，不起身见，舍诸恶业。九，住无碍见。十，不堕诸难。是为十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俗证一切佛法，成就自在神通。尔时世尊佛告龙王也，若有菩萨依此善业与修道时，能立杀害而行施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侵夺，长寿无妖，不为一切冤贼损害，利不逾取，而行施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侵夺，罪甚无比，悉能备己诸佛法藏，力非凡行，而行事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侵夺，其家直顺，母及妻子，无有能以欲心事者，力虚妄语，而行事故，常富财宝，无能侵夺，力中毁谤，摄持正法，如其誓愿，所作必果。离彼见语，而行施故，常富财宝，无能侵夺，眷属和睦，同以制药，恒无拐增，力粗握语，而行施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侵夺，一切众会欢喜皈依，严戒信受，无为惧者，立无异语，而行施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侵夺，言不虚邪，人皆尽受，能善方便，断诸疑惑，立贪求心，而行施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侵夺，一切所有，悉以会舍，信解坚固，具大威力，立愤怒心，而行施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侵夺，俗自成就，无碍心智，助根言好，见解敬爱，立邪导心，而行施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侵夺，恒生正见，静心之家，见佛闻法，供养众生，常不忘舍大菩提心，是为大士修菩萨道时，行十善业，一世庄严，所获大利如是。龙王，举要言之。
行十善道，一切庄严故，能生一切佛法毅力，满足大愿。忍辱庄严故，得佛原因，居中向好。精进庄严故，能破魔怨，入佛法藏。定庄严故，能生念慧，惭愧清安。慧庄严故，能断一切分别妄见。慈庄严故，于诸众生不起恼害。悲庄严故，明诸众生常不厌舍。喜庄严故，见修善者心无嫌忌。舍庄严故，于顺为敬，无爱慧心。四摄庄严故，常勤摄化一切众生。念处庄严故，善能修习四念处观。正勤庄严故，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，成一切善法。神足庄严故，恒令身心清安快乐。无根庄严故，身心坚固，精勤非懈，常无迷妄，寂然调顺，断诸烦恼。力庄严故，众缘尽灭，无能坏尘。觉知庄严故，常善觉悟一切诸法。正道庄严故，得正智慧，常现在前。止庄严故，悉能剔除一切戒识。观庄严故，能如实知诸法自性。方便庄严故，俗得成满，为无为乐。龙王当知，此十善业乃至能令、十力、无为、十八不共，一切佛法皆得圆满。是故汝等应勤修学。龙王，譬如一切尘衣俱落，皆以大地而得安住。一切药草秽木丛林，亦皆依地而得生长。此十善道，亦复如是啊。一切人天依之而立，一切声闻独觉菩提，诸菩萨行，一切佛法行共依此十善大地而得成就。佛说此经已，娑伽罗龙王及诸大众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佛说十善业道经。